秒，妈的，哎，怎么回事？已经开始了。真的吗？已经开始了。哎，已经开始了。真的假的？对了，不可能，不可能，不要骗我，不要骗我。真的呀？哇，真假的啊？啊！不可能！八点五分了，怎么可能？刚不是才说还有三分钟吗？是这样子吗？开始了吗？是啊，给，有刚在，我给你一个最大的，真的。哎，等一下，还没开始，先不要把情绪。没有。靠腰，为什么骗人呢？你遇到骗人？那你现在在干嘛？在 King 吗？在 King， 对啊，在 King。好。那为什么骗我们呢？那我们走，还有一分钟啊！一分钟吗？那 Kid 等下再进来吧。那 Kid 等下再进来，要塞一下嘛。Kid 等下再进来。好，讲，我再吃一下。重来一遍。那你跟小辉说你要怎么弄？放手脚。要怎样？我们要怎样啊？你是要抱他吗？等他过来再抱他。那哦好。Kid 喜欢坐右边还是坐左边？我觉得今天给他 Kid 坐中间。可以啊，可以啊。我不要坐中间，为什么？为什么？台哥还是坐中间嘛，不要。因为台哥坐中间会懒得回头看气象中的。不会啦。不是因为我左边不好回，你知道吗？那你跟气象中换。我坐在那边，然后气象坐中间，真的。台哥快点。不是一样的道理。一样啊。你会往右一次看到两个人，你就不用两边转，你就不会累了，你就会固定这个角度。好，也对。好，这样也对。对不对？好。然后观众就不用理。早就开始了，还有人还我问你哈什么哈？是开始了，是不是？开始了吗？到底开始了没啦？开始了。那你为什么读秒？好。才八点了，为什么没有进片呢？我怎么没进片呢？刚有进了。刚进掉了。刚进了吗？到底是开始还没开始啦？好像是开始了。好了，欢迎收看《牧羊十四少丸》。耶！第一次呢，在这个不知道。开始没有开始，中间的时候就开始了啊！对，这就是新的桥段，对不对？然后呢，今天呢，这个感伤也没有什么感伤了，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替我的一个好友，也算是这个年轻一辈的主持人，没错。然后现在目前最红火的小天王，他的节目呢就停了，休息。那我们今天呢要欢迎 Kid， 刚刚他已经进来过了，进来过，他假装没有进来，欢迎 Kid， 再来一次，好不好？拥抱一下，真的，好不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用担心，好不好？总是会停的，好不好？放心，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停的那么快，停的那么慢，因为早就要停了，没有啦，喂，没有，其实是这样，我停节目的速度比你还快啊！我曾经早上去录影。下午就停掉，这么快？就这么快，我没有骗你，我还以为自己在做 live 的节目，嗯，所以没有什么关系，好不好？是，没有啦，其实我不会。坐，不客气，不要客气，好不好？坐中间。来，哎呀，这怪不咋讲，坐中间。不要，有点可惜，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蛮喜欢跟凯乐合作，因为其实我也这么觉得。他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平常在那边打闹说他是一个笨蛋，但是其实他聪明到不行。对，然后他就教了我很多东西。是，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节目告诉我啦，就是觉得说真的不要难过。我其实一直这样告诉自己，因为而且我觉得你知道，我觉得电视台有些时候呢，应该要真的给一个正要冒出头的这个。好的主持人，没错，年轻再去培养他。嗯，其实我不会觉得我是因为冒出头而去主持十八岁，我是觉得我是拿出一个勇气去主持十八岁，因为我大家都知道我的印象都是比较是外景节目。对。那但是我今天为什么会选择愿意接受主持这个棚内，是因为我觉得我拿出很大勇气，是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看十八岁不睡的时候是从我不会。然后慢慢的一直进步。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嗯，我觉得会不会如果说你这个节目啊，一样的这样的内容也是有来宾啊什么的，有没有？对。然后搬到游泳池旁边，活了，原来我讲对不对？就是有点是有点户外的谈话性节目。对，就是比方说你穿着游泳裤，嗯，然后凯莉也是这样，对，然后他们很多这样，那来宾都穿泳装，然后他讲讲就、你在讲什么啦？不是啊，真的，他讲讲不爽就是往游泳池跳，对啊，你在讲什么推啊？对，很屌，对不对？好像还不错，
哎、欸，为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节目啊？啊？冬天怎么录？哎、欸，室内用水、啊、没有，冬天我觉得也是这样。温泉呢、啊？哦，对对，也是这样。温泉，温泉是不是？这也蛮屌的、啊。下礼拜就弄。嗯。好，我跟你讲。最没有包袱的下礼拜就弄。所以其实我觉得啦，就是说以节目来讲哦、嗯，因为那个观众的口味一直在变嘛，对对不对？我们也会跟着变，然后其实我们也会去想说，因为收视率不佳，接下来要被历经的节目。哎、欸，靠要立 Gary 这些公他小朋友啊，被历经的取代，他那会好看吗？应该是 OK 的，还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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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我都不敢讲，我来讲一定是不行的。哦，哎、呦不好不好？可以的，可以的，不舒服。WWW 十八岁没问题啦，因为我觉得反正就是跟大家一起跟着我们，哎、欸，看到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可以就是。让你们哎、欸，可能你们一开始的心态是用笑的来看这个节目，一开始用骂的人来看这个节目。对。但是三个月过后，你骂的人还在骂，酸的人还在酸，笑的还在笑。可是得到最多的，我觉得是我自己，就是有这个棚内的这个机会啊，所以觉得是 OK 的，觉得自己就交了这个成绩单，回头看一下，哎、欸，还可以，我觉得有进步感。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半小时里面的录影中讲那么多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自我成长啊，所以其实我们也要非常这个感谢有没有麦卡贝有没有有这样网络节目，对，有像 Eric 这样的老板愿意开这样的退出役官兵委员会，让一些退出役的官兵呢都在这边找到了退休细节，对对对，这边就是一个荣民总医院啊，对，欢迎副院长啊，哎，谢谢谢谢谢谢收留我啦，我们这边就是永远欢迎你，退伍会啊，退伍会啊，连退伍会也这么年轻的退伍会的干部都可以啦，好不好？好，谢谢谢谢。简单来讲，这边就是蒙藏委员会。你知道我们晚上在干嘛？从他小你也不知道在干嘛，什么时候干嘛都不知道。所以你的意思说，再过几年，对，宪哥有可能也会来这边啊？有可能有可能。宪哥这里，宪哥这里，这边坐这坐这，这边请的好不好？宪哥这边坐啦啊，不要客气。对对对，我希望那时候宪哥便宜。哦，那时候大家都很便宜啊，很屌很屌。哎、欸，其实我跟你讲，这也没有什么，反正。哎、欸欸，我觉得 Kid 是给那种很疯狂的人的感觉，有没有？嗯。他其实还蛮纤细的，我觉得他其实很感性。真的，我其实蛮感性的。然后另外，我觉得做了这几个月的棚内节目，我自己也真的成熟了许多，就是很对，很放的一个人。既然我可以去体会到。就是棚内节目，就是必须要稳的时候，要细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我原先是感受不到的，我就觉得怎么弄，怎么听，怎么收啊？但是我现在就是慢慢的觉得说，哎、欸，好玩、嗯，就是不一定说一定要用啪啦啦啦的方式就来让大家开心，然后也是会有其他的部分，嗯、对啊，然后自己当了主持人之后去控制整个流程什么什么的。哎、欸，刚刚还有人讲说。请那个凯乐上节目，上我们节目，哎、欸欸，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有机会，真的有看的呀、啊。哎、欸，还有网友说不想看丽晶的谁谁家还在带着谁谁谁。我们，没有，其实也没有啦。其实我们不管是谁啦，不管是谁做节目啦，都是希望大家观众开心啦，就这样。嗯、因为总有观众喜欢我们，也有观众不喜欢我们。当然，像刚才有一个人干掉我。啊！传这个短信来说，靠腰说我凯哥真的很介意，到底我会什么？一直在记啊，我会什么？对不对？真的很认真，是不是这样子？他干咬你干嘛？哎，我看一下他写什么。你不要不要拿出来！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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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但是你没看就很不爽，就这样。欸、我觉得 Kid 今天好不好 ？Kid 蛮敬业的，对，很敬业。Kid 以往来 ，Kid 这样很帅，好像于天于大哥。哎、欸，为什么今天的那个画质那么的很好、欸？清晰，对呀、啊。然后那个颗粒很重、欸，哎，很好。电视太大，很帅、欸，真的。你知道吗 ？Kid 每次来录木曜，我跟 Kid 鬼，他都是那个很有这样一种状况。他每他不是你，他每一秒钟都是说哎，去你脚下怎样怎样，他说鬼很快。但他今天我感觉好像在鬼台。哎、欸，等等，你这句话你给我讲清楚，什么叫在蕊台哥？什么意思？你说，就说我平常都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说，你讲，你先讲清楚，说明白，要不然我跟你讲，我也是有那个什么脾气的。自尊哦，你先讲哦。台哥不是台哥，是有的时候会怎样？的时候你会先想别的事，
什么事？我在想了什么事？我想节目快结束，大概20分钟，然后我说，哎，今天节目要干嘛？就是比别人晚一点，真的是这样。剩下二十分钟，真的是，真的是这样。节目都完了，我才想起来要干嘛。真的是这样，真的这样吗？真的是，我也没办法听你说话，真的是这样。好，没有，我们永远支持你。谢谢谢谢，因为我其实，在早上要去录影的时候，我就有收到那个木曜的一个，就是生活圈的一个 line， 因为我自己有加入那个木曜生活圈的那个 line 嘛。然后他就说自己的主持人自己挺，我让你这句话很屌。真的就是有到里面去。我跟你讲，我再讲一句让你更感动的话。好，我们自己做节目自己看，搞不了不行，你这样不行，搞不了不行。我跟你讲，我们不用观众，我们三个人自己看，摄影师在现场自己看完回家再看。Eric 照做了，Eric 照看了，照做了，谁要就是我们看，加一个 Eric 看而已啊。我不需要别的观众，加 Eric 就够了，好不好？打手枪，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我们这节目今年我们自己办金钟奖了，太屌了！搬来搬去，让我们搬，我搬给你，你搬给我，搬来搬去，我们的节目奖好不好？全部搬了，五个，然后选一个。哎，真的是这样。今天我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了不屌！我觉得木曜真的很开心，就是来这边，对啊，就是可以真的把一些心里的话，然后讲出来。没有没有没有，我不要说，自己的国家自己救。自己的节目自己看，烂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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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太屌，我必须要说下周同事。这么屌，居然在这边是一个很好的 ending， 收了，收了，收了 ，OK 啊，来了。我跟你讲了，有没有一天收两个节目的？来了，今天停你这个节目收了，收了，不要了，怎样了？干什么？干什么东西呀？要有勇气呀，这样好不好？好不好 ？OK 了 ，OK 了 ，OK。令人鼻酸，北区啊，说令人鼻酸的 ，OK。讲到自己来，对不对？你说更屌的，你说自己的广告自己拍啊！我们曾经拍了一支台哥代言游戏的广告，真的假的？掌声鼓励一下，台哥第一次电玩广告，哎，鼓掌！哎，我跟你讲，真的我超感动的。看一下花絮。花絮吗？先看，很无聊，好不好？花絮，花絮，我拍的电玩广告，看一下，先看，
我第一次代言，可以了。我觉得很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这是第一次代言游戏，没错。线上游戏也是第一次。战争游戏也是第一次。游戏就是第一次，你要问多久？其实这个广告倒不是第一次拍，游戏的广告是第一次拍。最高。希望不要曝光太多资讯，所以我们先要保密。好，先这样。你现在全部都已经都你都不曝光了，保密个屁啊！大概知道有这件事情，然后不要游戏名称我们先保密，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上面都没有台哥，我们刚刚全部都看到你就是演一个列车长嘛，拿破仑嘛。其实我跟你讲，你讲的对。我是演一个爱情列车长，爱情列车长，爱情列车长，好不好？就是这样。怎样？所以现在意思就是看完包就都不能聊。可以问一下你的感想吗？你不要讲你是拍什么游戏就好了。哦，你上面都打了，还是开什么游戏就好？他不见得看得到。你是笨蛋是不是？他不见得看得到。没关系，台哥，我想问一下，说你这个接到这个代言，对，他到底这金额高不高？金额其实还算不错，九位数，差不多是这样。有这样有这样吗？差不多，差不多，不是。哦。不能说，不好说。哇塞，这不能说。那，你这个在干什么？说的算命。算命。没有那么多。好不好？是还不错。但是我刚刚看到很多工作人员全部都是麦卡贝的工作人员嘞，是为什么？对。就是。所以真的像你们刚刚讲的，自己广告自己拍吗？没有了，我们还是跟专业单位合作。有啊，外面有一半不是啊，有一半不是。大部分的人是我们自己的参与。对，然后我觉得花絮也拍得很好，很屌。花絮就是我们导演洪志拍的嘛。对，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刚刚那个真的是一个游戏的代言，真的是游戏代言，不是在那边什么打比赛，不是打比赛。而且我跟你讲，为了这个游戏的代言，真的我们花了2000多万搭了一个棚，把现场说的水泥啊、钢筋全部搭起来。那个搭的过程大概，搭了有三年，没有。哪你可以跟我讲哪个导演十几天呢、啊？你可以跟我讲哪个导演那么笨，会把2000多万花在这样的上面？哪个厂商那么笨呢？而且这是他们的代言人，不是因为代言整个代言也不到这个的十分之一。哦，但是问题是就是要花这么多钱去做布景。哦，你知道吗？还有服装，那服装都很考究的。嗯，那 cashmere 的那种衣服。哦， cashmere。星星全部都是纯金打造，哇塞，哇塞，都反古潮流。不是啊，你这样播完，然后我们不能聊游戏的名称，我很痛苦，因为我也想要知道说这游戏。很多事情很想问，你知道吗？下礼拜厂商就会公开。下礼拜就全面公开了，真的是这样。其实他今天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事先今天露出？你告诉我。我觉得花絮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不是因为这样，我就很想要去玩那个手游啊。我看到我就很想去玩了。当然了。他是。人中之龙呢？你跳太快了，你怎么出来了？今天才出的，你怎么这么？我知道，因为我儿子跟我讲的。今天才出的。对啊。对啊，今天出的。今天出的。没错。你要玩是？好，改天。所以台哥，你那个是手游还是就是？手游，那手游，那手我看得出来，那手游还不错。哦。那手游。哎，那可以来玩一下哎。即时战略，即时战略，好不好？好。哎，没有没有，这个也要顺便讲一下，因为麦卡贝其实有做电竞节目，其实做蛮多的。当然，而且基隆东他是电竞的高手，真的也还可以，就是你可不可以有一天真的就是告诉我说你在比赛，或者说你有些什么是是你有什么影片可以丢给我看一下？因为我老实讲，我从进来麦卡贝认识你之后，是我从来不知道说你到底打电动是厉害的，就这礼拜天。可是阿东，我跟你讲。上一次你玩一个游戏，靠腰你也没烂的可以。对，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还打过，我还把你射掉。不一样的游戏，对啊，玩那个什么气球那种，然后烂的要命。不是太，那不是格斗游戏，没关系。因为先讲一下这个比赛是跨运动比赛，因为这个比赛是做一季的，它一季是维持三个月，其实必须要上耗时间去打到才有办法去做取前16名，然后16名之后再去争夺冠亚军，会有一个就是大型的比赛，算是一个季赛，它是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比赛，然后取冠军的分数是积分表，然后到我们的现在季末的季赛拿到一季的一个成绩。哦，那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尾声了，已经取了16强。我觉得很屌。你现在进去全台湾有16强，然后全台湾达到2300万人，大概有300多万的人比来麦卡贝比。那时候真的在三重，超过300多万了，好厉害，很多，拍很多。哎，300多万人来麦卡贝比。
因为我们看节目只有2000人，那这些人到哪里去了？没有，因为实在不像我们有去三创那边比，真的。好，那也没不重点。不是，我知道，我想问一下重点是，你有，因为我听陈本讲说你是台湾算打快打旋风里面前十的，差不多，是真的啦，是真的是不好说。不过他快打旋风是很厉害，因为我每次被他 KO， 被他锤死。那是真的，因为就那些强的，就大概是目前就那些。是哦。对，那个话不多说，礼拜天就知道了。哎呦！礼拜天我现在在16个名单里面，对，你在16人名单里面，我在16强里面。你有没有信心拿到大概第几名的位置？我们先讲来放嘛。其中有两个已经是趋近职业的，所以那两个比较难打。那刚好死不死，我第二场和第三场就要打那两个，不一定啊，就是比赛很难说。为什么职业跟你现在是所谓的业余吗？对，职业还是跟有一些差距啊。我要讲300多万幽灵界的朋友，很了解我们那个快打界的动态。有吗？有图吗？有。真的假的？导播怎么那么好？看一下。Line， 哎呦。假仙小公主什么意思？叶子，所以你是一个卖点，因为现场有你的 MV 首歌。什么东西啦？年度大。等一下，不好意思，基隆东的 MV 首歌就是上次播的那个鸡公的那个人。对，我的公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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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公鸡不就鸡公给刚啊？好，你就那一次、啊。你公鸡很像种猪的意思，你知道吗？公鸡很像种猪的意思。我那天已经看过，你还要再拿去播？首播。你还首播？那天只看30秒，那首歌8分多钟哎。重金，你居然七这样搞8分多钟。Eric 花300多万拍的。Eric 花300多万拍的。Eric 为什么脑袋是不是坏了？好呀，OK。你们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啊。因为上礼拜我们有看一个，你还想再看那次？不要，听起来就不好看啊。礼拜天，有战争进行式，我会玩的一个唯一的电动。等一下，陈百强，他是不是没有看到？鸡公那个他没看到，现在要升给他有点困难。没关系啊，有战争机器室，我要，我唯一会玩的电动，而且他讲中文的啦，而且我蛮厉害的啊，我知道了，他那只哦，我跟你讲，他那只广告，他那只 MV 啊，我们就改成超咩啊人鸡公，草民仔弄鸡公，草民仔弄鸡公，草民仔弄鸡公了，你不要小看他那个 MV， 真的屌，那个就是啊，刚刚的事情我。又不能放上，我觉得你很爱讲秘密，然后又快到死，真的是很讨厌的。真的是很讨厌的。花了很强的力道。300多万。来，漂亮，来，你看，你没看过这是不是？没有啊，这什么？你看了不看遗憾，看的终身遗憾。花300多万呢，直接给我不是很好？这什么意思啊？你全部的招式还有技巧，你别在我的地盘里面耍宝。你又跟我在那胡乱乱搞，是靠那个 K O 的单曲哦，快打旋风的歌啊。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自己要发这个东西、啊，就是放一个就是我用我这个格斗游戏的格斗的歌啊。啊，为什么是你啊？你问老板，你问我花300多万，我想说直接给我小孩是不是很好？七龙东，游戏是我的梦中无法形容，这不是把它亲身体验，让我乐在其中。所有中副本结局只有一种，我就只把梦中的七龙东。叫做现实，我们应该在棚内拍的，对不对？真的很搞笑，好呀。穿越的圈圈一样能够掀起旋风，不被击败啊，就像不倒翁。就像不倒翁，我觉得好笑这歌。重点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还蛮好看的。重点是我也在想说300多万到底有那些钱放到哪去？我跟你讲，最主要是那套秀服。哦、那个是整个针织的，那是无价，那是从日本京都金丝，尤其那个机那个机关，那是机关。难怪我挂那金项链的时候特别重，对，它真的全部都是真的。然后你还好没弄破，那个是锦绣，那个甚至叫锦绣，那个东西在日本一套大概100多万。真的吗？真的。可是那是猫王的衣服哎。但是我跟你讲，但是乐舞啊。我们这边做的出的大概600块就是。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在乐舞线？应该是第二组。好厉害！锦绣，好不好？好不好？好像怎样？要讲什么？没什么要讲的，我要走了。说。你现在前面推荐两个，两个都是讲一半，不能再讲。对，代言的不能讲。唱歌的不能讲。什么？你讲。我们的作品有预告片，今天终于剪出来。什么预告片？你讲。躲藏版明星。不能看，这个太不行。看一下。要看啊。很屌躲藏吧明星可以看一下。躲藏吧明星。
群足球哦。就这样，太快了啦！你洗澡是干嘛啊？哎，安西亚，哎，你知道观众在生气，裤子都脱下来了。对呀、啊。安西亚也会脱裤子吗？应该不会。不是，但是看到我们俩在脱裤子，都是脱安西亚那天跟我们两个出去都湿了。对，因为衣服都湿得太热，太没有被雨淋湿。被雨淋湿。下雨，下雨，下雨。今天下大雨，对，下大雨。哦。预计15号播。哈？还今天没播，让你给他看两秒，你要暴动啊！高潮停止，说干，你要下你要靠腰。对呀、啊。哎、欸，无言呢、欸，没有无言 哦。真的。哎、欸，你真的很喜欢这搞这有的没的。我跟你讲，真的，不见品陈百强有一天真的会被拖出去关枪，已经有人要了。哎、欸，那大概刚刚有没有五秒？延到15号，不然再一次啊，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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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边定格，长吧，躲长吧，躲长吧，躲长吧，就这样哦。哎、欸，安西亚、欸，你长吧，有点透露一点嘛。哎、欸，你们三个加起来粉丝团400万，要躲什么躲？我跟你讲，还真的还蛮好看的。那场是我躲过最刺激的，真的中间很高潮电，记不记得中间我们不好讲。迂回，迂回，然后现在已经都坐定了，还被人家赶走，真的。你像我好期待哦！真的，说了有多敬业。那天因为永威啊，就摄影大哥，他为了要捕捉到最好的画面，然后那天倾盆大雨，他管不了那么多。直接税机300多万直接爆销，不管啦、啊，你放了，你们现在到底是哪边的币值？然后他还要300多万，真的是那个摄影器材300多万，然后但他一双鞋2000多块也爆销，是不是？然后那一台现在真的，对啊，现在手上那一台、就是欸，你直接播了吧？赌他妈人心啊！当然了，汤打没有还没剪完，不用剪了啊，软蛋都碎了，真的是，好不好？粉丝说过15号播哦，已经有人哦吊胃口试抄完。哎、欸，你们以为没有了对不对？嗯，我他妈还有一次预告。什么片？你又要吊别人胃口？欸、我觉得哎、欸，我知道，我们都给人家看，不给人家吃。叫不要试抄完预告片，不要试抄完，不要预告试抄完。看预告的。好，那什么？下一次预告什么呢？台哥今天下午来，忍不住拍了一支模仿川普的。又有了，又有了，来不及。等一下，有先看一个预告片，有这个这么厉害吗？先看一段。Hi everyone, I'm Donald Trump。我告诉各位，我现在已经不只是美国总统的当选人，我还是一个网红 ，the internet celebrity 。我每天都会在 Twitter 上面 po 文，有什么人需要我帮忙，我就会推文。在 Twitter 上面，然后我就会收费，我就能赚一点点钱。Understand? Okay. Honey, I'm waiting for you. Oh yeah. 那是我可爱的太太。You know, my sweet, she's waiting for me. Yeah, I will be there as soon as possible. ASAP. 因为她要问 ，You know. 我太太是一个模特儿，所以我每天晚上都要帮她。敷脸 ，you know， 敷脸 and 拍化妆水。Oh yeah， that's right。OK。Hello。嗯。Yeah。Oh， 小英。Oh， 是你呀。Yeah， I know， I know。Thank you so much。谢谢，谢谢。什么？我明天的哦通话哦，我知道，我已经知道这个事情。明天我会跟你讲电话。And， you mean对你的称呼 ，right？ 哦、oh, ，我会称呼你是蔡小姐 ，OK？ No， 不好。蔡女士，啊、也不，蔡老师 ，No， 啊、，or what？ President？ 你要我叫你蔡总统？哇哦，台湾的蔡总统？哦、oh, ，来自台湾的蔡总统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Oh my goodness！ 从林肯以后就没有人叫过台湾的蔡总。哇、wow. 哦，Don't you think it's a risk or it's very dangerous？ Don't you think it's？ 你说我害怕中国的中国 ？No， 我不 ，No， 我不会害怕中国的。You know， 我是怕你会害怕中国。You know， 有他们会对那个 ，You know， 你不怕我也不怕。Yeah， of course， 你不怕我当然不怕。Yeah， I encourage you and you encourage me， right？ So 啊、我鼓励你，你鼓励我。Okay， no problem， yeah。所以我就叫你那个，哦，你买美国猪多五万头，然后你再买
1440亿，我的那个，你买，我不要你买 ，OK？ 好，你买呀呀，台湾真是有钱呀！雷根总统就说过，台湾经营卡巴 ，Yes。哦，你还要买很多我们的战斗机，战斗机卖给你们 ，OK？ 你们只是拿去展览，不要飞弹 ，OK？No、okay, problem， 那更便宜。买我们的军舰，军舰是当游艇，也不要炮 ，All right？ That's good， That's good， You're so funny， 哈哈，就这样 ，Deal， It's deal。你说我是不会害怕中国 ？No no。Of course not. 我不怕中国呀，我是怕你会怕中，你怕，你又不怕，又不怕还不怕 ，you don't 怕 ，I don't 怕 ，yes yeah， okay no problem yeah， 我们都不怕 yeah， who care， okay， no nobody care about tha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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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kay deal， thank you， huh， goodbye， honey， come on， hurry up， baby， of course baby。I'm ready. I'm ready. Discovery returning to the space st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future missions beyond. What? Wow! Wow! Oh, I'm sorry, babe. Oh, I just pushed the wrong button. Oh. 干，超屌，台哥，你真的很屌哎。如果谐星界有金马奖，你就是谐星的梁朝伟。我跟你讲，谐星没有金马奖，谐星一辈子都不会有金马獎，都不会有金马奖。你根本就是梁谐星的梁朝伟，没有办法，超屌，没有办法。台哥，你真的是化妆真的是很屌哎，这越来越像哎。真的假的？其实我都乱演，我演的其实不是很好，老实说。我觉得你演的很好，很屌。我在讲我演我自己，然后他只是套一个那个帽子，真的。你说模仿来讲，我从以前模仿，其实我是承认我真的模仿的不像。真的很像，真的模仿，我觉得很厉害啊！怎么会？然后我觉得，只是说那个点好玩，然后想要玩一下，有趣的。可以等一次面，然后跟着台哥模仿过 Eric。没有啊。乱 Q 了。不是，算了，因为观众不认识 Eric， 所以他没有办法懂那个各种精神。Eric 一定要认识。Eric 这样。真的是会好。真的。什么意思？那个台哥 Kid， 我们哦不用怕，继续做就对了。然后你们哦那个，我先去爬山，俊杰有事你再打给我。我去五天了，放心了。你是不是超屌？你是不是超屌？对。你是不是很害怕？老板来跟你讲话。我不会让你们累到。我跟你讲，那个三金我都很熟，我都很熟。还是我们一起去爬玉山呢、啊？对，我跟你讲、哦，你们跟我去哦，不会累到。不会，一天吃八个菜，上面还有牛排，那当然牛排，很屌，白痴很少碰到，没有很少碰到这么好的老板。我很喜欢 Eric， 真的超厉害，超厉害。然后他们 Eric 一直想说做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希望大家开心的事情。嗯，真的。很少，当然。在商言商，还是希望要能够有利润嘛。嗯，那他愿意投资这么多，然后来做麦咖啡，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屌，很屌。其实我是也是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一个人，就愿意就是去尝试这些东西？没错。然后每次台哥都开玩笑说啊，都要卖家产的，卖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说，是真的花了很多的，就是心血跟设备啊，干嘛这样，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他花很多 arrange 都是其实都是为了。下一代或者下一个世纪、应该怎么讲？因为下一个传媒世纪的来临，真的错，应该是这样。还有看到未来，对。那比方说，像电玩是这个世代或下个世代会喜欢的，对。然后运动啊、哦，然后这个 entertainment 的部分，像娱乐等等，这种比较开放式的这种娱乐或双向式的这种娱乐，就不再只是说你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真的是这样子、嗯。但是如果说找我们回去再做电视节目，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好不好？刚刚要进一个广告。进广告是吧？然后预告一下，下一个是那个。刚刚的川普已经全部播完了，什么预告？预告个屁呀、啊！没有。拍完整版。等一下有那个啊？
没有，他在讲他自己的事。哦，我们讲下一趴的事。哦，下一趴有那个大润发的影片。好，我们又去录了。好，这次我跟你讲，我跟 Kid 两个人的决战，蛮凶的。我们鹿死谁会在手上？我们在很难讲。那个大润发里面真的吵起架，很激烈。还说麦卡贝 Live 直播说还是想回电视。没有了，就不一样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好不好？不一样的啦。来，新媒体看一下。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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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回来。广告。